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期权报告啦。由 Marco 同大家分析翻个市况同埋策略嘅。咁就上个礼拜五啦，同大家讲到我自己嚟讲睇个大市咧，就睇得都好明确噶啦。我一个讲晒就睇跌嘅。咁第二啦，就提及到一样嘢，就系话咧，虽然我睇跌吓，即系理论上大家其实应该系 keep 住紧呢long put chain 位喺度等住去食活嘅。咁但系我亦都有提及到一个 point 嘅，就系话咧。上個禮拜五個低位，睇上個禮拜五低位咁上下嗰啲咁嘅位置嚟講咧，其實如果再追加去做 long put 咧，其實係唔抵搏嘅。最主要嘅原因咧，我尋日都有同大家講嘅，就係話其實個市係好高壓嘅，近排好容易咧，就係咧一隊穿一啲比較明確少少嘅低位咧，例如上個禮拜之前10月17號即係一個低位咧，隊穿完之後咧。就好容易會出現一啲叫做類似假突破嘅情況。當你以為個市會繼續跌落去咩？佢硬係要夾一夾你，之後先會再有跌嘅。呢個其中一個 main point 我睇及到。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今日嗰個大市嚟講咧，隊穿咗上個禮隊穿咗上個禮拜五個低位之後嚟講咧，全世界睇到個市又話要跌到幾多幾多，但係咧即使嚟講咧，其實有一個好明顯嘅夾倉喺度跟住咧。到喺臨收市之前咧，先略為出現一個沽壓。咁你話講消息嘅，即係冇比較多人講嘅，一來啦，就係講緊係耶魯嗰邊啦，美國嗰邊就講緊佢又會被查啦。跟住咧，第二啦，就係講緊咧銀聯嗰邊啦就講緊係內地嘅客户嚟講咧，喺香港咧要碌銀聯咧就已經係被暫停，咁令到咧嗰啲保險嘅公司嚟講咧就盈利咧有機會受到一個大嘅損失啦。咁相對性嚟講咧，呢兩個因素嚟講咧，再加埋第三個因素就係話人民幣下跌，令到咧如果你有睇新聞嘅話咧，今朝早嚟講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講緊話大市向下望幾多幾多幾多點。但係如果又跟翻上個禮拜五講個情況，就係話我好強調一樣嘢，反而調翻轉就唔係喺呢啲位去做追 long put 嘅動作。我係好強調一樣嘢係後，如果你真係都未開倉，我都好強調一樣嘢後，等佢彈完先再 long put 落去。因為咧，你通常嗰個大市咧，近排個市況好興嘅。就算之前咧，如果有留意，我唔再 show 翻啲圖俾你大家睇啦。呢度咧出現未出現一個牛平狀況之前咧，其實有好多咧，每逢接近見頂位嗰陣時咧，啲人就叫你追上去，做上落去，做上買上去，懟到接近個低位嗰陣時咧，就叫你沽落去。但係實質上嚟講咧，個市只不過係一個牛皮嘅狀況嚟講咧，就俾人挫嚟挫去。咁嗰陣時有好多人咧，就會好單純地用一啲例如。叫做平均線嗰啲黃金交叉、死亡交叉啊，或者係穿某條平均線啊，就純粹叫做咧揸下沽啊、揸下沽。但係實際上嚟講，你俾人挫嚟挫去、挫嚟挫去，只不過個市係喺度橫行嘅啫。而近期嚟講，比較多人講最多人講嘅就係又係啦，啲平均線出現咗一啲叫做死亡交叉嘅情況啦。咁跟住又開始比較明確少少一啲，跌咗一啲叫做橫行嘅區域啦，令到其實好多人講個市係會懟落去嘅。但係通常都係咁噶啦。當個市場一面倒去，睇個市向某一個方向發展，以近排為例啦，就最近多咗好多人睇個市係向淡倉去向下跌落去嘅情況嚟講咧，個市咧梗係會挫一挫，先至會跌落去嘅，就唔會話咁好咁容易再一朝至秒跌落去。咁就呢樣嘢，所以一路睇都同大家講咧，就要特別小心，要去留意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嗰個策略嚟講，既然我講話開淡莊，咁我就好明確㗎啦。即係話你話比較重要嘅支持位置嘅，其實之前同大家都有分析過嘅，就係如果你話量落跌幅大約係21,900呢啲位置，而呢個位置咧咁啱得咁巧咧，亦都係同黃金比率咧大約50% 呢個位咧係相對性嚟講接近嘅。所以你話比較中期少少一個比較重要少少支持位置咧，我睇大約係21,900至22,000點嘅位置。我唔係話個市一定會跌到呢個位，只不過個問題就係話，密切要留意呢啲位個防守力如何。但你話比較短期少少嘅，我都係睇大約係22,500、22,600呢啲咁嘅位置嘅啫，短期少少嘅支持位置。咁既然咁啦，咁策略上其實好清晰嘅。嗱，頭先我所講短線嚟講策略，我係睇跌啦嘛。咁所以嚟講咧，其實理論上大家而家已經 keep 緊開淡倉㗎啦，咁 keep 緊開淡倉嘅，咁既然我短線目標大約22,500、22,600，咁大約理論上你個淡倉應該開緊 around 啦，21,600係世界期權啦，咁嚟喺度等咯，去到呢啲咁嘅位準備去 take profit 咯，但係未 take profit 之前，我成日都強調，
仲可能唔好令到你自己嘅利用咧去消失咗。即係咩咧？假設啦，萬一個市真係跌唔到落去21,500至21,600呢啲咁位置，但係嗰刻你係贏緊錢嘅，個市突然間掉頭向上走，咁你賺緊錢嘅，你都好啦，未到目標位都好啦，你都先 take 個 profit 先，因為做 trade 嚟講，永遠都係噶啦，明明贏緊錢，又見到自己由贏錢嘅情況變咗輸錢嘅情況咧，就最難受嘅。咁所以我好強調一樣嘢，就算你未到我之前所講21,500至21,600呢啲咁位置，但係你贏緊錢，個市向上夾翻上去嘅話，你都先平咗平坐出倉先，係寧願揾個位再開過。咁暫時嚟講咧，都係等緊個市去到21,500至21,600呢啲咁位置。22,500至22,600呢啲咁位置。咁我自己好明確嘅，等嗰陣時去呢啲咁嘅位置。咁咧，而家咧，未開倉嘅，仲要等嘅。咁我頭先呢個策略講啦 ，sorry 呢度寫22,600啊，唔係21,600。後高做 long put 嘅話咧，比較重要少少短時間嘅阻力位咧，我會傾向係睇呢個位置22,980至到23,050。咁呢個位置咧，最主要就係攞翻12月27號星期四啦嗰個低位啦，同埋今日啦星期一啦嗰個高位咧嚇，呢度咁嘅位置咧就攞咗，我覺得相對性嚟講比較值薄嘅話，如果真係要再去開 long put 嘅話咧，就要等個市咧去到呢啲位再去開咯。咁其實今日咧個市都有機會咧曾經去過呢度附近呢啲咁嘅位置嘅，但係我上個禮拜五就冇講到咁明確話喺邊個位開 long put， 我就係同大家講話喉高少少再去搏張 long put。咁今日我就澄清少少，就係呢啲位開始有再底搏嘅啦。如果你冇開嘅話，記住要去呢啲位開翻倉啦。咁二咧，如果個市咧要進一步去睇淡嘅話咧，就成日都講噶啦。我睇每個月睇轉倉水平啊嘛。咁我轉倉水平就大約22,813至到23,653呢啲咁位置啦。如果正式確認懟穿呢個轉倉水平低位嘅話咧，就確認個市正式又向下走啦。雖然我就覺得有機會冇略為穿一穿先啦。咁所以嚟講咧，喺今日嚟講咧，個市都係懟穿咗個轉倉水平，但唔係正式懟穿，因為佢跌穿咗啫。但係收市咧又企翻喺轉倉水平樓上，所以唔當正式懟穿嘅。好強調兩樣嘢。咁如果要真係要正式確認佢懟穿嚟講咧，係要收市價懟穿埋今日低位啦，22,707啦。之後出現之後呢個位咧有一個低位嘅，呢個低位再懟穿埋咧，我先至正式確認係懟穿呢個位置。否則嚟講咧，暫時嚟講都係傾向後高去做 long put 會比較直覺少少。咁如果個市一如我所想象嚟講，個市係會慢慢地陰啲咁向下懟啦。我自己傾向就咁啦，因為其實雖然你話今個禮拜嚟講比較多聯儲局係作為儀式，但我覺得全世界特別關注嘅都係講緊11月8號美國總統大選呢一件事件。咁所以喺呢件事件之前咧，其實全世界嗰啲人都係略為比較觀望，所以個市就算喐又未必話會喐得好快，我自己覺得。咁但係個市我暫時傾向係仲係有少少向下跌嘅動力嘅。咁但係所謂向下跌嚟講咧，特別值得留意嗰、那個位置嚟講咧，就係咧頭先所講啦。我覺得如果向下比較中期少少嘅支持係21,900至22,000呢啲位置啊嘛嚇。不論量度跌幅或者黃金比率50%都係揾呢啲位置，咁相對性嚟講咧，我就唔會咧去到接近呢啲中期支持位嘅位置咧去做一個睇 keep 住睇跌嘅動作嘅。相反咧，個市咧懟到大約22,500以下啦，即係懟穿咗黃金比率38.2%。下面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個市逐步開始出現一個承接能力嘅啦，我覺得即係換句話說，比較你話唔係短線做短炒嘅，係中期少少嘅策略嘅，我傾向嚟講咧就會建議咧大家咧後低咧喺大約喺22,000至22,500嘅期位置嚟講咧，去分住去做好倉。咁你做好倉嘅，不外乎一係做 long call， 一係做 short put， 一係買股票嘅啫，買股票 OK。咁你咧就喺呢啲咁位咧，如果以指數期權嚟計咧 ，short put 翻12月份咧21,400嘅恆指期權，我覺得都 OK 嘅。所謂21,400恆指期權冇啊，純粹係攞呢個黃金比率度落11.8%就21,400嘅位置。咁我覺得呢個位置我搏唔會懟穿嘅。咁去到呢啲咁嘅位置，如果我之前你記得我有所講嘅，就有講過嘅，就係話咧，我覺得個市係會出現一個短時間出現一個先調整嘅情況。之後都係會有能力咧，再破翻呢個24,374呢個高位噶嘛。咁
正正咧22,000點至22,800，22,000點至到22,500點嘅位置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好低，去比較俾大家去分住作為一個吸納嘅動作，博咧喺未來咧，就算今年唔到，下年都有機會咧，去再破翻24,374點呢個位置，而呢一段呢啲咁位置咧，就係、是、你默默收集嘅區域啦。咁所以咧，股票嘅呢度開始收集。股票期權嘅呢度慢慢 short 儲貨又得，指數期權嘅都考慮呢啲做倉位咯。我自己傾向叫大家就係、是，咁最主要就留意住係咁啦。咁暫時未到去到呢啲位之前，即係最起碼未去到22,600樓下以下之前嚟講咧，個市暫時嚟講我都仲係 keep 住去睇淡倉嘅。但係要睇淡倉，我再強呢樣嘢，理論上大家而家應該係開緊淡倉，準備去收成嘅。只不過個問題，如果你想再加注咧，你個傾向咧係要睺個市咧，反彈少少去到大約22,980至23,054點呢啲咁嘅位置，我自己覺得先至叫做底部向下做探落去，否則嚟講咧，等啦等啦，我就傾向係咁咯。咁今日做節目就同大家分析住咁多先，咁嚟緊喺禮拜三咧就再同大家進一步再分析。OK，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拜拜。